丹宁是个外来语，英语原词是 denim， 意思是斜纹织法的靛蓝染色的粗斜纹布，也就是牛仔布。无论你是否懂流行、懂时尚，牛仔一定是衣柜里必不可少的单品。每一季的 T 台上，设计师们总是花尽心思在丹宁上寻求突破。春夏时装周上， Bubble B 为牛仔布做了辩护，称其为一种贵族面料，通过剪切、磨损、雕刻、刺绣以及增加嵌花装饰等方式对它进行了改造，同时利用做旧蓝色皮革和蟒蛇纹打造的宽身束腰女上衣，完全打破了大家对于牛仔的传统认知。Louis Vuitton 2014春夏时装发布秀上，穿在薄纱背心连衣裙下的做旧蓝色牛仔裤，对丹宁面料的强调可谓惊艳。另外，与男士运动夹克穿搭在一起的牛仔裤，则使用了黑色的手工拼接工艺，传达出上世纪20年代的精神。而在 Bellme 的秀场上，居然对牛仔面料进行了奢华的处理，镶嵌了厚重的金属锁链，亦或是用丝印技术进行了改造，使牛仔布呈现出不一样的质感。无论是连身工装裤还是千鸟格图案，都将牛仔服饰以最自然的方式呈现在大家眼前。当设计师 James Tuitt在 Patmos 度假的时候，他的脑海中一直浮现出一个像 Lily Aldridge 一样潇洒自由的女孩形象。于是在设计上采用了反光质感的丹宁面料，通过露脐抹胸与直身裙的搭配，露出腰部线条，弱化掉牛仔面料的男性气质。即使是走出秀场，也能看到众多明星穿着牛仔单品的街拍造型。不得不说，牛仔是最百搭而又最容易出彩的时装元素。